透明的粉丝，大家好，我是 Tilly。 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的 Kids Talk， 那我们邀请到中山国小六班的小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跟晴光商圈中间的故事。那这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大家千万不能错过哦。那我们来看一段我们之前为大家准备的一段预告片，那我们来开始今天跟小朋友之间的一个精彩的互动。好，那我们先下预告片。名字的由来和哪一栋建筑物有关系呢？来，跟着我们一起走。哦，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介绍晴光商圈有什么特色。大家能享受晴光的美好。我们想要解决机车进入行人徒步区的问题。想知道晴光商圈里面丰富的人文故事，还有的进展吗？请大家要记得4月26日下午2点，请到104 Kids Talk 里面呢，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分享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 Kids Talk 的现场。那大家看到我们现场有六个超可爱的小妹，好，这六个小朋友要不要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中山国小小朋友，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中山国小自由班喵喵导览团。我叫依稀，我是咪熊，我是柚子，我是默默仔，我是雪梨，我是大奇。真的超可爱的喵喵导览团。好，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观众朋友都已经看到你们很精彩的一个你们过去做。晴光商圈导览的一片，对不对？好，那对不起，刚刚其实是预告片，对。那其实我知道你们有准备一段你们在做晴光商圈的这个导览，从开始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影片，对不对？大概是2分多钟。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他们进行我们跟这些问答之前呢，我们先让大家先熟悉一下，说他们之前是怎么样去做晴光商圈的导览，然后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
大家又再次回到 Kids Talk 的现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请中山国小的小朋友来跟我们介绍他们对情报商圈中的那个故事。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第一组的导览组的小朋友，那他们今天呢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叫做勇敢情步走。那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他们为我们准备的两分钟的一个影片，大家可以了解说他们过去呢怎么在这个情报商圈里面去发现他的故事，然后找到很多景点，然后可以跟不管是游客或者是一些大学生学弟妹去介绍他们的情报商圈的历史然后故事。那接下来呢，听玲姐姐呢想要跟在座的各个小朋友，我想要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好吧？好，那我来想要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会想要去介绍情报商圈呢？好，那个雪姨你先说。我们在上情报这堂课时，我们实际去走访情报，我们也访问了最了解情报的人叶宝春理事长，也就是宝春阿姨。然后我们实际去情报走访的时候，发现情报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觉得晴光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就连当地人也这么认为，所以我们想要把晴光的历史跟文化介绍给大家。哦，所以就是你们去走访之后，你们发现说，很多人其实连在地人都不晓得原来晴光有一些历史啊，有一些文化故事这样子。那我想要问你们，你们怎么会选择想要用导览的方式来去介绍晴光商圈呢？一行。因为就是我们这六个都很喜欢就是画画，所以我们画了一张大地图，而且还是可拆卸式的。因为我们就是需要依不同的导览对象而决定要不要就是去导览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就是还会口头说明，因为我们几个都很喜欢聊天，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图片加上口头说明的话，就会等于导览了。然后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导览的母鸡还有子鸡。当我们带上导览母鸡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大家都听着你的声音，跟着你，就像是女王一样。像是女王一样，超可爱。我们现在也好多人一直都在听你们的声音。哇，这张地图真的超可爱的，你们可以看到吗？其实它是可以去采，就是说你们可以去依照你们导览对象的不同，然后去设计一个符合他们可能会想要去看的景点或是体验的一些地方这样子，然后真的超可爱的。好，那我想问你们，你们就是在做这个，因为其实情报商圈还蛮大的，对，因为莉莉阿姨就是之前有去走过，那走过的时候就发现哇，我要走的地方好多。那我不知道说你们在准备这个导览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好，还是雪梨先好了。我们为了熟悉晴光商圈，所以我们要去访问很多的商家，然后我们也有访问宝春阿姨，但是我们在访问前，毕竟嘛，面对一个陌生人总是会有一点害怕，所以我们在访问前一直在思考宝春阿姨是什么样的人，结果访问发现他是一个很热情又很善良的人。那真的很不错，就是有表现可以看到做很多东西，对不对？那其他小朋友有没有？好，那柚子先好。就是因为我们导览的时候要讲话嘛，所以就是会觉得，会有时候会念不出来，就会结巴，然后又很尴尬。可是呢，我后来想想，我都会请老师帮我。就是列印我要讲的东西，然后就是把它带回家慢慢练习，就有练习熟了，就不会结巴了，就变得很顺。好，英雄呢？就是我们在讨论导览路线或是就是导览时的时候，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然后会常常就会吵架或是生气，所以我们都会先投票，然后安抚。你们用很民主的方法，而且还有去照顾到每一个，就是如果他的意见没有被选上了，你们会去安慰他的心情，对不对？你们真的好贴心哦。那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你们在进行导览，因为刚刚讲准备导览有一些困难，那你们在真的在进行导览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觉得
很特别、很难忘的，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经验，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一心好了。就是常常我在导览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就是说讲话讲不清楚哎，或者是你的声音都很不好听，或者是那种就是说纸巾都会发出的声音，然后我就回家的时候，我就当然是很伤心的。然后爸爸妈妈就会关心我，就是说鼓励我，然后让我不会太伤心。然后我也会对自己说，我要勇敢。嗯，这很不错，好正向哦你。好，那英雄，就是我们在导览给他们听的时候，就是在听的人，他们都会把我们的耳机抢去，然后就是乱讲一些话。听人会把你的母亲抢去乱讲一些话，是哦，是学弟妹吗？还是别的国小的小朋友？他们会，因为他们觉得很好奇，对不对？他们觉得就是这么，他们也想要当女王，就是像你这样子，可以带这样的麦克风这样子，我觉得超可爱的，不过这应该也是很特别的经验。那默默来讲，你要跟我们分享。这就是奖励你们的辛劳，真的，我也超想要听你们导览的。好，那你们有什么要我们那一个地点导览完之后会有奖征答，然后有些专心听的人就会踊跃的去回答，就让我很开心。嗯，就表示说他们真的很认真，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奖品这样子，大家都很踊跃。好，真的超棒的。那你们当导览，你应该也当了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可能也出去过非常多次。那不知道说你们在这，因为老师知道，老师跟我说你们在导览然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你们成为导览员这一年，你们的收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成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咪兄，就是我们在导览或是查资料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更进一步去了解到情况。嗯。就是可以更了解你们生活的这一个，因为他在这里学校的旁边那个。那会不会就是跟爸爸妈妈比爸爸妈妈更熟？情况是什么？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导览的。哦，那跟那些新人想要这样子。就是以前我在学校上学，就是常常会迷，就是分不清楚哪一条路通到哪一条路这样子。但是经过多次导览之后呢，变得会认定，然后就不再是路痴。这件我也有，我第一次去晴空上山的时候，都是跟那个就是去回归出去，然后我就说，到底是在往哪里？我想要去捷运站，只是因为太多条想象，我根本就不知道说我要往哪里这样。不过还好那时候就是因为他非常有想象，就把我带出来。好，那。又呢？就是其实我原本是一个很就是太害羞的人，就是怕跟陌生人讲话。像现在的时候，我可能就变得很小声。不会，然后越来越大声。然后那个就因为就是这几次导览以后，就让我变得很勇敢。然后现在就是可以假装一些电话什么，就可以很。顺的跟其他人沟通，这是一个很特别，就像你看导览，然后本来跟很熟悉的人，现在是来到一次的 Kids 后的，我们可能现在网上就更多的在听你讲话，所以也是因为你的导览，让你现在可以更有勇气，然后更可以跟更多的接触情况。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有那个学弟在听我们。导览之后呢，他已经说他以后会加入我们的导览组。就是他听完之后就没有兴趣，他以后也想要加导览，成为导览员。哎，你导览组都是女生啊？其实开始有几个男生，但是我面对别的团体有。
信息就离开这个团。哦，就是吸引到三个学弟，都是男生，都是男生。然后他们也要带什么闪亮的帽子？这帽子真的超可爱，很吸引你。就是如果去参加展览的时候，一定会就很知道跟谁走，就不会迷路这样。所以这帽子也是你自己真的特别做的，特别去设计，而且。上面这个扑克牌也是我们自己画的，哦，你自己画的，对。哦，不知道上镜头带得到，可以看一下这个，一心上上面的那个，看得到吗？就是一心上面那个扑克牌哦，有那个，就是上面有一些就是说奇光石品嘛，然后还有万方大学，然后阿土嘛，超有名的那个。就这都是你自己最设计自己画的，就是把一些情况上面的特色，然后把它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我们真的有，就是就是画一组，然后再打一点色，哦，再打一点，哦，好可爱，而且都是彩色的，就是真的花了不少心思去设计这个，真的超可爱的。那我们今天因为是 Facebook 的网络直播，所以其实有一些网络上的网络前面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有一些互动，那可以来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人想要来发问问题的？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现场就是正在收看我们 Kitty Talk 的一些大朋友小朋友的朋友，对这个情况的这个导览组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很热情，因为就是他们面对很多事情都是开开心心。嗯，很热情，就是说商圈里面的那些摊商都是很好看，他们都很开心，很热情。不错，这就是一个热情这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商圈。好，那他丰丰富富。什么东西都是应有尽有，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各式各样的东西，像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有用。吃的喝的有用的。就是衣服啊之类的。就是说，我就说你可能那边想要做什么事情，想要做一些活动，想要买东西，那边其实都有。对。所以就是很热情。然后就是一个很丰富，可以把你从头到尾的需求都可以慢慢满足，这样子，超棒。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看有其他问题。我先把我自己的亮关小时。那可以看到，其实好多人都说你们超棒的，超可爱的。好。那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是自己来想要问，就是。如果我等一下那个结束了以后，就是这个直播结束晚上，我就想要去晴光商圈画画，有没有建议我一定要去哪几个点？这个超多人想要回答。好，那我们先去学一下。就是高级蜂蜜水。高级蜂蜜水。对，除了蜂蜜水以外，还有其他的饮料，而且它有分大杯跟小杯，我觉得其实蛮便宜，好喝又便宜。好喝又便宜，听起来很健康，蜂蜜水。对，而且它只有在下午卖，所以等一下如果要去的话，要赶快去。哦，讲到这个，我想问一下，晴光商圈就是有人在问，就晴光商圈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就是夜市的那种。
算是夜市，算是夜早上，对对对，早上是中午到晚上就是早上吧，早上主要都是下午都，但是没有太晚，早上比较少，早上的摊子会有，你们先去那边，差不多到七点，因为我上次6:30去吃。哦，所以就是说早上我可能十点就开始摆摆天的一些摊商就在那，你刚刚讲的，就开始准备，差不多到7点或7:30，7点到7:30，确定。哦，比较少的晚在外面吃，对对对，因为是小店，然后早点回家。我真的有去，有人是很晚，大概十一点。其实还有。一些你的晴光名字由来的其中之一，哦，真的吗？真的，啊，对，我们在预告片的时候，你们曾经有说，预告片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晴光的那个名字的由来是从什么建筑物来的？所以其实是真光塔。不一定就只有它啦，就可能还会有其他原的。嗯，所以就是你有查过真光塔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晴光的这个名字。由来的原因，了解。真光堂其实 Tilly 阿姨也有经过过，我蛮喜欢那个教堂的，而且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教堂，在这个地方。对，就是这个地方。好，那刚刚那个柚子也想跟我们分享吗？就是我很推荐去吃一个脆皮。哦，脆皮甜甜圈这个很有名，你知道办公室团购很常订，对，这个脆皮甜甜圈，是因为它外面就是酥酥的，然后也不会很硬、啊，然后因为它的也蛮大的，而且很便宜，然后它上面撒那个糖粉啊，就是有牛奶香味，对，那个也不会到很甜还是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好吃。很好吃，对，就是它就是比较接近我们台湾的这种台式的风格的甜甜圈，对，我们之前团购订了几百个脆皮甜甜圈，对，然后有就是很特别，我也觉得很好吃。好，某某的，红豆饼，晴光红豆饼超有名的，对，红豆饼在这里，好，很温暖。哦，吃了那红豆饼会觉得很温暖，而且那个就是红豆饼，那个红豆饼还很便宜，好像就有10块。对，其实我有 Google 过，它一颗10块，真的超便宜的，很便宜又很好吃，真的。有时候排队排很久，排队排很久。哦，对，就是如果你想要尝到美食，你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去排队。里面的馅超多的，就是整个吃完就很饱了，对不对？就可能只要吃一两个，吃完就会非常饱，几乎快要爆浆。哦，两大鸡腿就爆出来。对，好，真的很谢谢你们。那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等一下有第二组小朋友来跟我们分享。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Tilly 阿姨，就是很想要问。因为我知道说你们在做这个晴光商圈啊，不管是做导览地图啊，或者是做这样的帽子啊，或者是说你们在过程里面做了很多功课，其实背后有三个老师就是在帮助你们。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感谢老师的话，可不可以一个人跟我们说一两句？好，一心请说。我要感谢老师，就是说让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可以成立这个导览馆，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有这种漂亮的梦梦。对，就是这些地图，啊，然后材料有些也是老师帮忙的。老师真的好用心哦。雪莉，就是我也很谢谢老师，因为老师就是有4个年级的资优班一直在帮忙4个年级的资优生，所以就是很多。然后老师还常常牺牲时间来帮我们。来帮我们准备真的网站什么的，
拉提。就是我谢谢老师，因为他帮我们，真的帮我们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有些东西他们都很拿手。就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话，他就会马上就会来帮他们很有经验，这个都知道怎么帮你们解决各种困难。就是说什么课他们都不了解，对，就会加我。老师就是十八班，你都要很厉害。问，就是 N 是一个活字典。活字典，这个形容很好。老师像一本活字典，就是什么问题就只要查，里面就有解答了，对不对？好，真的很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表现的真的非常的好。那。我们真的很感谢。那我们接下来呢，我知道今天还有第二组小朋友，他们是要来跟我们介绍行人徒步区，就是他们在情况上就看到行人徒步区有一些状况，有些问题，他们也自己举手想要来解决。那我们呢先看一下行人徒步区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们想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情况商圈可以更美好。好，我们来看一段两分钟的影片。回到 Kids Talk 的现场，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已经换成第二组的小朋友了。那刚刚已经看完了那个行人徒步区的这个影片，那我们先请呢行人徒步区的四个小朋友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曾定元，我叫胡延珍 ，I'm 黄思翰 Beckham， 我叫正版帽子哥吴信典，正版帽子哥吴信典，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好，那我们刚刚呢就是有看的那段影片，那这段影片呢它其实有一个主题，也是这一群小朋友他们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他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破解秦光机车案。好，那我觉得这名字真的超特别的，那我想要问说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破解秦光机车案，到底秦光市场秦光商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资优班有一堂课叫做秦光景，然后我们访问了秦光的居民，他们的困扰，发现最令秦光居民困扰的是机车进入行人徒步区里。哦，所以你们访谈之后发现，原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大家已经很久的一个问题。对，所以会造成不管是坐着正在吃饭，或是站着行走的，因为秦光的人很多嘛，因此机车只要骑进去，都不管是什么人都会造成危险。
了解，所以就是你们问了这些，然后也发现说他们对其实不管是路人或者是里面的人，其实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那个座，因为我情况上全都是摊商那种有座位的嘛，所以它都是在外面露天，所以也可能会被撞到。哦，原来如此。那你们就是既然这个叫破解情况机车，那你们有想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制作了宣导影片，宣导影片让看过的人可以知道不能骑机车进晴光。哦，这个本来就是因为它是行人徒步区嘛，对，它其实是有划分的一个区域，照理说应该一般人看到就知道说不可以进去，那你们还特地做了宣导的影片让大家可以看这样子。可是发现效果没有很好，所以第二次我们又做了宣传单，然后可以贴在晴光的墙壁上，让行人还有骑士可以去扫 QR Code 看影片。哦，就是因为你们不可能整天在那边放影片嘛，所以贴个传单让他们可以上网去看，那其实就会更知道说，哦，其实这边是不能骑机，真的不能骑机车进来，对不对？那我想问，这两个方法有达到它的效果吗？你们有没有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没有，它的那个效果糟糕透顶了，效果真的很烂，真的效果真的超烂的，超烂的，超烂的。为什么？就是怎么样烂的？就是那个我们去数机车的时候发现机车还是一样，就是骑进来，就是没什么分别。那你们后来怎么办？我们第三次行动是选择直接把那些机车的骑士拦下来，然后问他们说为什么要骑进来，结果我们得到的主要三个答案是摊商要搬货，然后居民骑机车回家比较方便，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关于游客的，就是因为他们骑机车到当初是想要停在外面，可是因为没地方停，所以只好骑进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现在怎么办？这些人他们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经过我们脑力激荡，我们想说除了楼梯、木条、旋转门等等，楼梯、木条就是在晴光的门口和接口装楼梯后门槛之类的东西，但机车骑不过来。那个旋转门则是在晴光的入口处装旋转门，机车也就骑不进去了。哇，那都是很大的工程。但是最后我们因为考虑到金钱还有时间等等问题，因此我们最后决定是用三角锥封街。封街，然后让他们不能骑进来。对，用去借三角锥，这样子因为成本和那个工程的问题。可是封街可以随便封吗？不行。所以我们封街前先去取得美食街廖会长的同意。可是廖会长同意了，然后提醒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要小心那种不太友善。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要拦下他们的时候顺便给他们一张劝导单，然后上面写可以让他们不用骑机车就可以进晴光的方法。哇，你们今天有带劝导单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就是我们就是跟这些骑士说，就把他们封下来嘛，对不对？然后就跟他们一个劝导单，让他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不能骑进来的，对不对？我们还不止这样。那你们还做了什么事？我们先去前测机车的数量。然后还有贴公告，让别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封街。然后我们封街是用两个三角锥，中间加一个横杆，上面写着"行车勿入"四个大字。所以说那个我们没有拦到机车，因为大部分的机车都是钻旁边的漏洞就进去了。就是你们拦到的机车都很少，因为大部分都是，不然就是有人就是绕到从我们没有封的地方进去。就是他们想说啊，这边不能走，可是其他地方还是可以走，所以就赶快钻那些洞这样子。对，然后呢，那个。因此我们还，但是我们还是有拦到两三台啊，就只那两三台。然后我们就发给他们劝导单，和请他们填问卷，劝导他们不要再去骑机车进行光了。很不错，你们真的好有勇气。那封街之后的
效果怎么样？我觉得依照我们的调查之后发现效果其实还不错，可是算短暂，因为我由于拦住他们的机车，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有点不甘愿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就下次就不会来，就会影响情况商圈的人潮。此外也没有给他们停车位，代表着没有给他们解决的，就是没有真正的给他们解决，没有真的解决到他们的问题就对了。那我真的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超难的，而且你们也试过各种的做法，就像你们刚刚讲，有影片，然后又在人家门口贴传单，然后直接封街发宣导单。那其实 T 姐姐比较好奇的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会想要一直去尝试，然后都没有放弃，就是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然后再换下一个这样子。就是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虽然效果不太好。是我们从这里面学习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件失败，一定要继续想办法，问题才会解决。但我们不放弃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能让大家都有一个舒服的环境，我们也都会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体谅别人。哦，就是只要你们能够多多帮别人想，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很美好的环境，对不对？我觉得你们真的超棒的。那不知道你们就是已经做了很多事，我知道你们已经做了非常多事，那可是你们刚刚也说其实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到他们的问题，那你们之后还有没有想说你们还可以再怎么去再去尝试这样子？未来我们还想要写信给市长，然后请政府提供摊商推车，然后提供停车位还有封街的政策。哦，直接写给柯文哲市长就对了。我们希望能共同创造出一个没有机车的晴光商圈。嗯哼，其实我觉得这个晴光商圈这个案例已经好，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晴光商圈，其实我相信台北市有好多的商圈一定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你们真的写信给柯市长，然后他听到你们的声音，用了这样的方法，我想应该是全台北市每个地方都会变成是一个很舒适、很友善的环境。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努力，试了非常多的方法。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的现场，那我们也想要来看看现场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来问我们一些问题。有人问说脚踏车可以骑进去吗？不行。也不行，应该是不太行吗？有急事的话还是会让他进去。有急事你还是你比较大方一点，尤其是还是可以让他进去的，就是那个，但你可以用牵的进去，用牵的进去是可以的。好，那我想问你哦，你们做了这么多努力，那现在如果你们等一下又去晴光市场可能吃个晚餐好的，那如果有人问说，如果你看到又有人骑机车了，你们会跟他说什么？我们会拿着这张劝导单，然后跟别人讲，不好意思，请你看一下这张劝导单。哦，就是还是会用很友善的方法去跟他们说，你看一下我这张劝导单，就是把一些他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告诉他们。那不知道你们在封街，虽然刚刚看听起来好像、哦、好多挫折困难，然后你们一直克服，那我想问有没有遇到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们在封街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剃着庞克头，剃着庞克头，然后有刺青、然后高高又壮壮的骑士，然后呢，然后就觉得、哦、好恐怖、哦，对，一般人看到都会觉得很恐怖。然后没想到他把机车停在外面，然后自己走进去买东西。哦，他看到你们在那边封街的时候是吗？嗯。然后就是他就真的就很乖乖的把他的车停在外面，然后自己就是很遵守规定，然后就自己用步行的方式去买东西。不错，就是表示说他虽然看起来很可怕，可是其实他应该心里很善良这样子。也看到你们小朋友这么努力的在为这个晴光商圈做事。好，那真的非常谢谢。那 T 姐姐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们，就是刚刚呢第一组我也问过他们，就是我想问哦，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做这个晴光商圈的这个案子遇到好多困难，那我想你们其实过程中有几位很好的老师来指导你们，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感谢他们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你们可以想一下，一两句就可以了。对，谢谢老师一直陪我们去行动，然后帮我。
我们整理了很多东西。整理了很多东西，因为需要收集很多资讯，对不对？还要做这些影片这样子。好，男生也说一下吧。嗯，我想一下。没关系，谢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表达。Thank you. Thank you. 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们一起来说谢谢老师好不好？来，一二三，谢谢老师。Teacher， 你英文很好。好，那我。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这四位小朋友，他们做了很多努力，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看到。那我们其实呢，这两组小朋友他们其实背后都有三个老师在支持他们。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想要请我们的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那在老师进来之前，我们也来看一小段跟老师有关的影片。来到中山国小旁的晴光商圈，晴光商圈促进会的总干事感叹着，晴光的本地人或外地人都认为欢迎大家回到 Kids Talk 的现场。那我们现在现场呢有三位中山国小自由班的老师，欢迎大家好。大家好。那我们请大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应该看不太出来，应该已经任教20年了。我们都是中山国小的老师，然后都在自由资源班。我姓江，长江的江，江美惠老师，大家好。我是林传伦老师，大家好。钟慧如老师，大家好。真的很谢谢这三位老师。我们刚刚看到那两组小朋友都非常的优秀，他们做了很多可能一般大人都不见得很有勇气可以去做的事情。那我今天有几个小问题也想要请教老师，就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晴光景的一个课程，那当初你们怎么会想要去做这样的课程，它的开始是怎么来的？这一题我来回答好了。其实我们会想到要上这样子的课程，是因为很多资优生他们对于情感的表达，其实是他们会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再加上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土地，会看到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土地的认同度其实不是很够，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他能够从小他就可以踏入自己所生活的生活圈，那他多踏入自己的生活圈，然后跟自己生活的环境多做连接。那刚才在前两组的访问当中应该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真的很爱晴光商圈，包含晴光商圈里面的所有的人，宝春阿姨或者是所有商圈里面的摊商，那些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喜欢，所以他们也会很热情的跟大家介绍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区，生活的商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把我们所上的课程直接不是在教室里面上课，而是把教室移到整个社区，所以整个社区都是我们中山国小自由班的教室这样子。那再加上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非常热情的那个理事长，那这个理事长的话常常会帮我们说，哎，现在我们社区有什么样的活动，那现在社区里面的大同大学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案子，那看看小朋友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社区更美好。所以我们就是经过了有我们中山国小，然后有我们的社区的社区的部分，然后也有我们的大同大学，那另外还有中华旅行公益协会，然后还有我们的视觉艺术联盟，大家都会一起加入，然后所以让小朋友不管是导览或行人徒步区，还有任何的行动都更丰富这样子。很棒，很特别，就是而且好多资源都在支持你们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感谢。那我想问，就是这个课程你们是怎么去实做它的，是怎么去做的？好，关于我们的课程的实施，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资源班的性质，那我们在做课程设计的话，是以一个主题式的课程来介入，而不是用学科，所谓的学科的话可能就是说单独上国语数学这样。那我们所谓的这个主题的话，就是认识在地文化的一个主题课程。那
透过这个主题课程，我们希望培养孩子的就是问题解决能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刚刚才上面两组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解决了很多的一些问题，不论有没有成功，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培养他们的这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创意。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一个兴趣，所以在这个主题的架构之下，它其实就没有被学科给限制住。那透过一个学科一个主题的课程，小朋友可以选择他有兴趣的领域，这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引发他们一个自主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既然他有兴趣的话，来自他的内在动机的学习，那小朋友就会非常的主动跟积极。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实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都是还蛮认真努力，不用老师去催促他们。那最主要就是如同刚才小朋友所讲的，可能他们遭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陪伴跟引导。那当然最主要的部分，小朋友他们的一个主动性就会被引发出来。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与其说老师帮助他们比较多，应该是说他们从做中学到的东西更多，而且看到孩子的一个自主性跟那一种东西，其实让我们真正的去体会到说学习的价值跟意义在哪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课程，其实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这样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这种主题学习课程就是它可以融合很多不同的领域，对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而且这个就是他们有问题解决能力，这是现在就是每个上班族也都非常需要的。好，那我知道就是之前因为跟老师有接触过，我知道说其实在行人徒步区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虽然刚刚问小朋友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那个效果并没有想象的好，但是我也知道其实你们有去影响到那个社区那个商圈，甚至好像有听说有可以去参与就是政府的那个参与式预算，那不知道说现在这个进展如何。应该是说就是刚才其实是短短的几分钟的一个介绍，就像那影片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但其实小朋友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是从他们现在四年级，但他们刚才进三年级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刚才说到的课程中发现问题，其实就是从三年级开始他们就发现这些问题。那这当然过程当中我们有跟商圈做很多不一样的接触，那这然后其实就延续刚才两位老师所提到的，其实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途中，中间会有很多的资源跟很多的人跟我们接触，所以其实当他们在想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他们打算怎么解决，那怎么解决的历程他们其实都有跟商圈的人或者是居民或者是商圈里面的可能是总干事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人物，甚至是到大学里面去做他们的一些理念上面的发表，所以其实他们做了很多方法的这个过程，就常常会有人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还可以怎么样哦，然后他们就会想说那我还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做，那会跟这个参与式预算联系到，也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愿意放弃，所以到四年级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我们试了这么多方法你们还要继续吗，因为我们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觉得不行还是有车啊，我去数了都还是很多台，所以我们还是要试试看，然后他们就决定要做那个封街的行动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商圈的理事长说那他们刚好有这个参与式的预算也想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就联系小朋友说那要不要也让小朋友这个机会把他们的想法让政府的人可以听见，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感的联系，因为其实是非常突然的，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但是他们刚好期中考，小朋友就考试考完，赶快从教室从学校赶快再冲出去，想要跟政府的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所以其实小朋友也很勇敢，他们其实就马上把自己的想法跟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讲给政府的人员听，那其实这样其实他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他们在不管是在社会里面在社区里面或是未来他们接触到这些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人联系，对，那我觉得那是一个蛮重要的经验，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学习，他们在这么小他们就可以为了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想法去说服这些大人，而且这大人其实是看到他们的努力然后愿意来帮他们做这一些事，我觉得真的超棒的。好，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三位老师，那我们今天 Kids Talk 其实到这边也差不多了，那我们想要请刚刚那十位小朋友他们可以就是进来一起跟大家说几句话这样子。
套，那我们稍待他们一下下，对，他们在隔壁房间而已。那这边帮我们中山国小做个广告，其实中山国小呢，我们学校交通非常的便利，所以大家可以多来就读。我们就在中山国小捷运站，所以呢，如果在看那个广大的 FB 群众们，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就读我们学校，也欢迎来报考我们的台北市的资优班。对，中山国小真的超方便的，就是捷运站一出去马上就到，然后离秦光啊这些都好近哦。好，小朋友来。而且我还有给你们四个都给你们搔痒，我可能在荧幕上面给你们搔个自我。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的 Kids Talk， 非常谢谢各位的观赏。那我们呢，下一场的 Kids Talk 会在六月份的时候举行。好，那我们就请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团队，中山国小自优班的小朋友还有老师，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欢迎大家来秦光，耶！